我们得知道村落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？我就这么说吧，村子。哎，你说。好了好了，村子的事情就由我了。希瓦，叫我希瓦就好。多加，你就是那位骑士对吗？我们边走边聊吧。希瓦大人是王之，与其说是骑士，虽然曾，但是现在却给人不知道该不该。虽然说得很小声，身为当，无所谓。虽然是个，当然不能接受。虽然是新人，但很有志气嘛，很好很。那我们该去哪？村民都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我。如果需要帮助，随便找一个人打听一下。守护骑士虽然可是被伤，我们还需要先渡过下关卡吧。觉得战斗辛苦的话，我们请求陪罗。今天先这样吧。我拜托陪罗，这位神佑骑士，防御、治疗都有了，我们能继续冒险了。这里不安全，先想办法离开吧。骑士，小心左边。骑士，后面那一只。真是好险，你的判断很正确。不用客气。作为副手，我当然会尽量帮忙。不知道草原狼为什么这么逼近村庄，原本的栖息地有什么问题吗？大长老，您的伤势不打紧，这一点外伤治疗后。没错，外伤会很苦，因为那个附魔才破大长老的。能使用这种独特法术的人，当初他说想要打破魔。冷静点，贝德威尔当时看到是什么？贝德威尔难道当是在失心城主来？我看到了他对圣术有强烈的。那小子的下一个目标，我们有了肉盾，很简单。当 HP 降，其他人请专注攻击。
适应这样的攻守节奏吗？还差一位攻击，让我想想还缺什么人选。经历一些战斗之后，我只派了这位魔导骑士。谢谢佩洛，不多说了，我们的队伍齐全，准备出发。魔导骑士很适合施展，所有的战斗物件会产生，让魔导骑士施展寒霜雪吧。场景上的许多物件，能够找到破坏物件的属性，能让战斗更有力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怎么样？你是不、哦？我们在这事件的哦，是那件事。哎，你们只是菜鸟骑士，但是与其担心这个，不如继续协助其他村民。这个村长老皮，如果我们明知危险，骑士如果是这样的强敌，我们就当作侦察敌情也好，一起到附近看看好吗？你该不会是在讽刺我？老实跟你说，我从来……骑士试炼不只是考验武术，也不是……别想这些了，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魔物的事情，也许我们该征询西。